有一行者哦，拆慧能呢哦，破财踏对经八月雨呀、啊，哦，点啊破茶哦，啊打迄酒模啊，咧下米呀、啊，那个都很辛苦呢。哦，啊慧能又娇小，哎、啊、力无够吼、哦，力量无够，去腰的白石头啊，哎，真很苦啦、啊。哎啊，所以哦，他都忍受。那么五祖呢，有一天呐、啊，哦，这个忽见忽然来见的慧能，跟他讲说：“五师汝之见呐、啊，可用。说吼、哦，我想到你讲的遐吼见解啊，哎，真好用呐、啊。哦，啊，恐有恶人呐、啊、害汝，哦，惊有人要害你呀、啊，哦，遂不与汝言呐、啊。所以我唔敢去跟你讲话，我若去跟你讲话吼、哦。”你也去予人害死呀、啊哦！所以咱人吼、哦，嫉妒心呐、啊，都是很强。各位前贤，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嫉妒心呐、啊？啊，有啊，真的啊！嫉妒什么？我们嫉妒什么？嫉妒别人比我漂亮，是吗？嫉妒别人比我有钱。哦、所以我们要了解、啊、不要嫉妒，一嫉妒那、哦、都毒素了、啊、但毒素如果累积太多、哦、好世人做毒蛇了、哦、不要累积那个、哦、毒素、哦、所以、啊、无主呢跟慧能讲、哦、说怕有人害你、啊、所以才不跟你讲话、哦、汝知之佛你知道吗？